点。来，我给你1000块钱啊，这是我的梨，哎，梨种不好，你母亲好吧？啊，这个呢是给你一点啊，你要保护好你母亲啊，你母亲呢也是不愿意吧啊，或者里面都是一些啊比较困难的人，都是我有一点能力，我也过不了啊，注视一下里面。我们是收谷子，我们顺便在村里面收谷子的，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里面啊。这老人家应该也有70来岁了嘛，七十四五了。啊，身体比身体不是太好啊、哦。身体嘛，好的。或者你不是老人家啊，对在生活方面啊，对或者对里面啊，去打弄方面，所以呢又身体不好了，带来有好大的压力。不对了，你眼睛也多了，你的身体也多了，我知道你啊。身体差，你身体差了点。哎，该个70多岁了，我也照顾。哎，再多了，你要好的照顾你一下你母亲啊。多了，希望现在国家政府好了，多了，应该给你们都是应该有点补贴啊。哎，所以呢，你们就要，多了，要照顾好你母亲了，你能够做饭做饭吃还是搞得可以吧？嗯，搞得少了。啊，少也好，啊，多了你要好，保证自己的身体，照顾好你母亲了，等于。啊，多少以后，或者我们要大把点钱的话呢，我们也还来过来看你们了啊，这支持你们好吧？你要有信心啊，要照顾好你母亲。